微微的往右吹，这一球是平飞安打，安打来了。可是这可能阿福会比较苦笑啊。包括春训的好的训练兵的几率是很大的。哦，这个球要比一下速度哦，接球之后站稳的传传太高了，上垒了。有机会成为内安打。因为这个滚动也比较慢。对，都是左打打出来的。哦，又出生球哎。哇，这个用变化球变满垒了。哦，这个球安打咯。那现在二垒上的跑者要回来得分了，为了廖建富不断的上垒啊，继续上垒。哇，在林志平这边呢也是连场了，都有安打的出现了。